我觉得你好委屈啊！他甚至带着他们俩做的那个戒指，我现在逃走了，一刻也不想待了。还痛吗？我刚刚他那个眼神。 都有意义，欢迎各位收看优酷，我们恋爱吧，我是主持人汪聪，也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成员。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啊，首先我们午夜凶铃 CP， 老秦，午夜凶铃是谁俩和谁俩？小熊嘛，和呢？小玲嘛。<笑><笑>熊子权和听子在上一期的时候有一个高光的时刻，就是他把他的奶油直接舔掉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高光难道不是在茶馆？对对对对。他们上次有很多高甜的时刻，但我相信上一期可能让我们所有人最揪心的。 应该是默默和小孙，嗯，对，因为两个人在上一期其实结束的时候，依然处在一个情绪非常不好的状态，特别是在写信的时候，老王有邀请小孙去跟默默再聊一下，然后小孙也都明确拒绝了。哎，默默写了一个很强烈的话，对吧？封面上，对，封面上你是大傻，孙明伦。对。 我就记得一个句号，对，那个信的内容是一个句号，所以在今天我们正式开片子之前，大家可以大胆的来预测一下，你们觉得这一期他们两个人是会对彼此下头，还是谁有可能会再努力的往前迈一步？我觉得小孙还是会努力的，嗯，因为我觉得小孙虽然就是那种情商稍微薄弱一点的男生，但是一旦认错的时候还挺认到底的，很真实。对对对对，他的情绪是很真实的。 所以我感觉他可能还会去努力一下。静姐，你觉得老秦和小常是情商薄弱的男生，还是他们是那种情商很高的男生？小常情商挺高的。静姐，你有不同意见吗？周扬青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觉得静姐这话说来就感觉他老秦应该情商不是很高，情商不是很高。 有点薄弱，什么时候认定成薄弱了？就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那你觉得你自己情商高不高？哪方面啊？各方面。还行吧，没有展现出特别情商特低的时候，人家心情不好，哎，跟人玩儿也没有。那你预测一下小孙呢？小孙上一期其实挺努力的，但是他的那个努力可能没达到默默想要的。 你觉得小孙今天会继续往前迈一步，还是下头？就因为我也不太明白，就是像默默这样的，他情商得多高能给他哄明白了？这个我一直挺想知道这事儿。嗯，我只感觉他们这几对呢，相对来说心意都比较明确了，但是每一对现在都处在可能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里，所以后续会怎么发展依然是非常有悬念的。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，好吧，来。 For follow-up studies, please. 嗯，老咪，是不是在这边？不在，我去开水呢。我说话呀，哥，你快说呀。 还没好哈，嗯，他们俩前一晚那信也好不了呀。对，但是也过一晚了嘛。还有气。我要给狗狗洗澡。好呀，小心点，这个水那什么，它应该很爽。嗯。哎呦，糯米 ，wait， 我不开心。许强强，我把着这个，你要你们给他搓。等一下，糯米，等一下，来，早上吃了吗？吃了吗？ 看了点水，默默呢？默默在哪儿啊？默默在哪儿？还在跟小孙闹矛盾呢？你看小孙子呀，还没心没肺的。没心没肺。他只能这样，不然咋整？哎呀，
主持人有时候真的很难搞，嗯，很难，真的很难搞。就他想你哄他，但你哄他，他又下不来台。这么多人给你洗澡呢？哦，他很开心。这新姐姐好掌握我的点儿。好嘞。嗯，哼哼唧唧，哼哼唧唧。走了，浓蜜。浓蜜啊，我觉得你洗完澡很开心哎。把它放这吧，准备给他做。衣服不要了。啊，谢谢。孙胜伦呢？不知道，我先把这个脏的放上去。老王就是好，老王真的很贴心。有点烫，我觉得，好像有点烫。好，要吹得很干哦。有潮湿也不太行。好了，可以。好，走，玩去，走。你手机揣兜里，手机揣兜里。慢点。哎，哎哎，我看见了什么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来了来了，慢点过去。摸摸，我抓着你。那边那边那只，没事，我抓着你抓着你。对，摸摸到了啊，没事啊，好硬啊，是的，没事，瘦可能，懂了吗？哎，他在撞他啊！哦，天哪，什么东西扎我，好痛！看，好痛，刺痛。是虫子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很刺痛。我想要那个，你是被倒刺扎了？不是，没有啊，就刚好有个虫，我捋开它，就很痛。这就这个地方你看到吗？就刺。你先放下来吧，缓一下看。对，回去铺点。好痛啊。看得见吗？有虫影吗？没有，就刺痛。哦，好吓人啊。别别别，被我看着。别别别，被我看着。还痛吗？对啊。我刚刚他那个眼神。就那个地方还痛吗？这样不痛，你是阻止了我的血液循环吗？啊，并没有吧，只是一般小臂痛的情况下摁住那个肱桡肌这个位置，基本就是说不利息。好多了吧，是不是没有那么痛了？就是暖阳感觉跟默默完全不一样，暖阳感觉是一个非常会示弱的女生，她会那种讨拍拍，然后给你示弱，然后要你安慰啊什么那种。嗯，我感觉男生是不是喜欢这种？会是啊，完了！哥，你快说呀！你这太让人窒息了，你想要什么呀，小孙？默默不开心了，能开心吗？哎呀，我们家默默又要哭了。但反正这个面包吃下去呢，结果就好不到哪儿去了。默默已经要炸了，他不会周桌子吧？这也吃太大口，他正儿八经在吃，好用心的吃啊。出场顺序就按上海那天的从出场顺序。哎，那我今天出场先跟你一样了。
我也选第一个出去。算了，不是他们的。我真的要被你笑死嗯，他对他是抱有期待的，过来之后什么也没有。算了。算了，我主动想着他，算不算主动破冰了？我觉得算，我觉得就是要。你真的好勇。我们俩很 match， 我朋友原本以为就我们两个都很开心的玩到最后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选择，谁影响我就放弃什么。我共情了，救命啊！这种哎呦天哪，妈呀，我的天，今天做的这个东西肯定要留一辈子的。我也是，甚至带着他们俩做的那个戒指，戒指，我天哪！逃走了，一刻也不想待了。默默感觉他俩没可能了。你看他那表情，哎呦！他们俩真的是没对上。小孙拼命道歉的时候，默默不行。等默默想要往前走一步了，小孙怕了。哎。哎呦。哎。妈呀！太虐了，牵手想给默默个摸摸头。我觉得他很不了解默默这种女生。嗯，好委屈啊。对在场的异性有过好感的有几个？火，嗯，不用他问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嗯，两个。这个问题啊，我觉得要好好反思一下哦。这暖阳太会了，太会了。但是我觉得其实是一个。
其实我觉得对我不算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一开始来的时候，就是包括那天晚上你回来之后，就是你见到我了，嗯，你见到我了之后，然后你就上楼去写信了，对吧？所以然后你写给了小胡。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跟咱们俩每次要回答问题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快想快想快想，怎么说？那天你只是对小胡感兴趣，我觉得。因为我没有跟你怎么讲话呀，那天。哦，所以是因为这个吗？对啊，那天我是跟你基本上没怎么讲话，我只知道那天只让你叫声。所以姐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都没有让你毫不犹豫的选择，是吗？对呢，这种问题都怎么回答呀？学学学学。好的，你。这不是主持人客观原因嘛？我确实跟小胡是有共同好友，对吧？对啊，所以就后面发现小胡就是对你没意思，所以你选了我。我的天，这么尖锐吗？那我也没这么想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你觉得他对你有意思？别慌别慌，就我不是觉得他对不对我有意思才这个样子。那你觉得他对你有好感吗？把我们帅翔给逼的呀。至少印象是好的。哦，最后一个问题了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有没有一个最心动的瞬间是什么？最心动的瞬间？没有。就是之前要说最心动的，其实就是今天我去你房间把那个身上包的那个东西给你的时候，就看你最日常的这种打扮，嗯，然后就我觉得真的很漂亮，就是最心动的时候。你看看他们俩的表情，怎么样？学会了吗，弟弟们？生气？就我不敢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静姐是因为你的语气非常诚恳。新学会的有可能不行，来，我试一下啊。为什么我上楼梯的第一眼就是你没对我心动？第一天，我不敢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这是就是用气声吗？我突然都全都想起来了，我一下子就都想起来了。太害怕了，咱们走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怎么已经取信了？啊，人家还没有挂完呢，你的取信、啊、都挂完了，都取了啊？你不也取了吗？我没取、啊。你没取？你没取信。啊，为什么想这么问啊？为什么想这么问呢？那我给你的回答就是，就不是敷衍啊，就认真的回答啊，就是我觉得我认定的事情就不会改变。哇哦，那你认定的是什么事情？我认定的事情也不会轻易的退缩。那你认定的是什么事情？认定了什么事情？嗯，你干嘛给我？这是你写的是吧？我写的呀，那不然呢？对啊，就是我认定什么事情？快想快想快想，怎么说？我认定什么事情？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？我觉得你不是很了解我。就是我觉得对啊，因为我们才接触一周嘛，嗯，对吧？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慢慢了解的呀。但是我想，就是这个问题，我的回答就是，至少到现在，我觉得我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改变。好凉啊！你吐出来呗，我们来。你要吐了吧？小胡喝多了，确实不太一样。你不是不喜欢吃西瓜吗？西瓜太凉了。我就想尝尝我们做的什么味道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嗯，那行，那下次再做。哎呀，西瓜！哇，哇！哎呀，西瓜！非常喜欢什么？吃西瓜呀，是什么呀？甭管啥了，这一整套还不明显吗？就是啊。
欢迎来到你们的十八岁。给我的暗恋女生带上她的云南白衣。你们不加个高马尾？我就喜欢这个。咋念啊？你是年少的欢喜，哇，喜欢的少年。啊，学到了，学到了。我平时没有耐心准备好画板。哇。太浪漫了，我从小就特别羡慕会画画的人。没事，今天就不用再羡慕了。我想说你画画好帅呀。这才是谈恋爱吗？你对我们现在几个里面对谁有好感来着？有，一开始有，他其实对我有误解，我对他有误解。哎，你觉得这几个男生哪个最帅？我室友。帮我追他吧，帮我追他吧。真的，你就不知道这女孩天天想什么。哎，我刚看到默默有两封啊。安琪是没有啊，李明伦不可能写给他。哦，他会拿到默默的信。没有，所有的抓马的事情我怎么都发生在我身上了。